第五课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生词，现在，现在，点，点，分，分，每天，每天，回到家。回到家，下午，下午，上课，上课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教室，教室，差一刻，差一刻，会话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七点二十分。现在七点二十分。你几点上课？你几点上课？我八点上课。我八点上课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八点去。差一刻八点去。你每天几点回到家？你每天几点回到家？下午三点左右。下午三点左右。